二是垃圾，不希望孤立人人，也不怕被有冤人家。也里面靠所说的话，超级通不希望孤立的心，是他下周通过全国说。第二，不希望孤立，如此说也不怕天上的上帝，已将天下万民赐给我，要祝福我妻姚大的，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天日。第三，差你们中间犯咗他致命的可以伤，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差耶路撒冷重建也破坏以色列上帝的天。只要他是上帝，因上帝而在人同差。第四，凡剩下的人无论居住何处，那地的人有种金银财物，伸出帮助他。另外也有被耶路撒冷上帝的天感善献上礼物。第五，意思要打破边人们的处状，只是呢边人超气，一切被上帝接通他，甚至人到起来有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天。第六，他们是被的人超那愿意禁止财物伸出，进帮帮助他。另外，凡要甘心献的礼物，提出孤立望，也将也破坏献的器皿拿出来。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，放在自己神寺庙中的。第八，波斯王孤立派出军来，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。按数交给犹大的少量撒巴撒一叫，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：金盘三十盖，银盘一千盖，铜二十九把，石磅三十盖，银磅至此的四百二十盖，别用的器皿一千盖，十一金银器皿。共有五千四百千披露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撒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。